快，上次来急救，赶快醒来！演出消防职人剧《火神的眼泪》，林柏宏不止展现精湛演技，为了更贴近消防员的精壮身形，他也特别增重10公斤，加强健身增肌。结实胸肌加上明显的冰块和腹肌，林柏宏晒出锻炼后的裸身照，与以往照片对比，可以看出成果惊人。他说自己壮到连站姿都因为体态改变而不同。其实林柏宏因为肠胃吸收不好，体质很难变胖，增重一度成为他最痛苦的一环。但当穿上20几公斤的装备，进行打火训练时，他也直呼感谢有持续努力健身，才能让身心都更靠近角色。我们家宝龙三幺完成，已经送过去了。只是演出这部戏不只考验演员体力和演技，许多专有名词更是不容易，光是出勤时呼叫的代号都有大学问。每种车辆有自己的代号，通常前面是分队的名称，后面是车辆代号。1开头的是消防水箱车，2是直线云梯车，后面的位数是第几台车。以此类推，包括曲折云梯车、警备车、化学车等等，都有自己的代号。因此，当剧中喊道：“湾台，湾台，同安91呼救，请问病患现在状况如何？”代表的就是同安分队的第一台救护车，而湾台则是代表指挥中心。有网友热情整理分析，让不少人更懂剧中的专业用语，也让许多观众直呼：防疫期间在家看剧，还能长知识。TVB 新闻陈文恒、庄贤 ，Top 早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